黑色旅游鞋。辨认一下吧。出乎胡志军的意料，秃子的赌场被警方查封掉，一时无法联系。在这个时候，胡志军想起了弟弟胡小军的女朋友。喂，小军吗？不是，我胡志军。大哥，小军被偷子抓走了。我都找了好多天了，都没找到。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弟弟的事儿就交给我办了。你们欠了秃子多少钱？你别管了。小军他没事吧？昨天晚上我在家门口捡到半截手指头。他妈哭什么哭？又不是你弟弟。我今天去找秃子还钱，结果他赌场让公安给端了，他人也被带走了。我估计他出来以后就会找我或者找你，到时候你马上跟我联系。你他妈别哭了好不好？哭得我心烦。我跟你说的你记住了吗？嗯。娟子，去哪儿啊？娟子，一群臭鸡！他拿瓶啤酒。辉哥，不好吧？上班时间。我让你拿就拿，你啰嗦什么？领班说了，以后要再给你啤酒，要扣工资的。老是跟我作对。给我来杯威士忌。哟，来的正好，妹妹，过来陪哥喝一杯。没看我正忙着呢。连你都给我摆架子是不是？我来双份威士忌。你哥聊聊最近怎么？说老实点儿。看看哥给你买什么了。你给我买的。喜欢吗？哟，威哥，挺贵的嘛，得好几百吧。你个不识货的，你知道它多少钱吗？多少钱的？反正贵着呢，卖了你都买不起。那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，威哥？那就把你卖了。卖给我。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这上班时间你又晃荡过来了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告诉老板把你给开掉？你，我什么我？赶快出去工作！你他妈还当老子是？你跟我说脏话！成，我工作，我去看大门。妈的，有你们后悔的一天。
志军，喂他。是我，怎么看着不像啊？住几天？先住一天。押金100。我找到了。说，你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你看，确定吗？非常确定。是我，留下指纹的人找着了。什么人？头，留下指纹的人叫胡志军。他的背影是什么？本地人，无业，曾经劳改过3年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艰苦的指纹对比终于得到成果，劫匪之一胡志军的信息出现在警方视野里，机不可失。周铁带领一批警员刻不容缓地赶往胡志军的家中，但他们还不知道，此时的胡志军已经远离都城市，藏在了城远镇。好，快！到齐了吗？到齐了，到齐了。准备武器。二组这边，三组这边，其他的跟我走，快！走，是，好。没人了，这屋子里的不可能有赃款和武器。继续搜查。是。头，我先去查一下他的电话记录。好，抓紧。你到。把这个带回去。对我们有用，是。咱们已经有了胡志军的指纹了，现在他会有用吗？这可能对我们会提供很重要的线索，知道吗？周队，找了一份报纸。8月17号的晨报，这说明胡志军作案以后的第二天上午还在这儿。涛，这小子够从容的，犯了这么大的案子。居然没有仓皇逃窜，这是为什么？哼，他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呗。不，可能有一件事情他要做，而没做成，一直把他牵制住了。头，那你说他能有什么事情还没做？头，我检查了电话记录，胡志军最后拨出了2个电话。一个是这儿附近小卖部的，一个是叫秦克的人。哦，还有什么？这个秦克是个男的，不过我发现他跟胡志军好像没什么关系。这样，我先给他拨个电话，看看他的反应再说。喂。喂，不太对劲。头，有情况。刘丹，
李定啊，你们马上过去。是是。刚才那电话谁打来的？说。哎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一接电话他就挂了。胡说，明明是你先挂的。刚才我听的就是一个女人打来的，你说是谁？说，快点跟我说。是什么？就这个大员。悠着点，我上。刘丹，让我上吧。乐什么乐？上呗。哎。我告诉你，你今晚不给我说清楚，我跟你没完。这谁呀？这深更半夜还在敲门，真是。警察，你干什么？执行公务，请你配合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我蹲下。怎么回事？我让你蹲下。你是秦克吗？是我。刚才接电话的是不是你？是。胡志军，你认识吗？胡志军是男的，是女的？不认识。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怎么办？先带回去，问清楚再说。走。我没犯什么事儿啊。坐没坐一会儿就清楚了，走吧。你在外面到底干些什么？哎，你说。别闹了，我们带他回去协助调查。走。走。姓秦的，你到底干些什么？哎，你在外面勾三搭四，勾搭别的女人，我饶不了你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们的工作有失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对不起，谢谢合作。没事，你就走了。哎，好的，再见。哎，头。哎，李丁，这个打电话的是什么人？您猜的一点都没错，根本就跟胡志军没关系啊！整个叶良敏，是胡志军临走的时候乱拨的一个电话，跟这个人没关系。这也没什么奇怪。嗯。既然他能够把家里收拾得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他也会想到电话的事。嗯，这个胡志军反侦查能力还挺强的啊。是啊，这胡志军挺狡猾的，应该像是个对手。你跟谁论对手呢？我是替咱们头说话，是不是头？我们是要跟他较量较量。嗯。哎，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放在跟他有密切接触过的人身上。在寻找另外两个同案犯的同时，找到捉拿胡志军的突破口。嗯，是。去吧。是。对不起，把您吵醒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那您跟那个胡志军邻居有多长时间啊？好多年了。那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，您知道吗？他话不多，平时呢，我们也不怎么来往。他跟谁在一起，我就不清楚了。那您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很普通，他好像没有工作，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。他没有工作？嗯。他平时跟什么样的人来往？他呀，平时也没什么人上他家来。要说来嘛，就是有一个20多岁小伙子，好像混社会的。这胡志军也不像坏人呢，怎么认识这种人呢？那人长什么样的？嗯，20多岁，中等个，挺壮的。那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记得吗？上个星期还来了呢。胡志军有个弟弟叫胡小军，你认识吗？见过几次，但是不常来。哦，那你觉得他们俩平时的关系处得怎么样？好像一般，不是很亲密。胡志军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，你知道吗？听别人说他挺爱赌的。他爱赌钱？听说的，别人说他赌钱特有一手。老板，打个电话啊。谁呀？是我。哦，大哥呀，你叫小军吗？我也在找他。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你先别管了。过两天，我要找你帮我办件事儿。没问题，大哥啥事儿啊？你先别问了，到时候我会找你的。好吧，大哥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看电话号码，好像是城远镇那边打来的。你怎么上那儿去了？你别管了，嗯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。对了，嗯，放下电话以后，一定把通话记录给删掉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哎，就这样。平时都在干什么？谁知道，很长时间没看见他。至于他干什么，赌呗。他好赌，这是他专业。他啥本事没有，就是好赌，赌得还厉害。那他真的没有工作吗？没有，至少我认识他没有，就是靠赌。胡志军在哪儿你知道吗？这是一名警察的事吧？你知道他的事？他出事是早晚的。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天天都在赌场晃，又跟何威在一块儿，不出事儿才怪了。何威，何威是谁啊？好像是在哪个夜总会看场子的，他是个愣子，经常打打杀杀的。胡志军跟他来往很密切是吗？谁都不敢惹他俩，听说他俩有钱。就在警方四处调查取证，获得胡志军的信息的时候，胡志军正潜伏在城远镇。他购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。从现在开始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公众人物，他必须从报纸上获取他认为重要的信息。胡小军的哥哥叫胡志军，你见过吗？没有印象。胡小军是后来才搬来的，好像没有见过他哥哥。你再仔细看一看。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认识。哎，先生，需要买点什么？啊，嗯，手机号码。哦，你看看，这都是空号。行，你随便给我选10个就行。10个？对，嗯，再要10张充值卡。服务员。倾听风儿的声音。
真是越来越帅了啊！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就我这身板啊，名牌穿到我身上，那才叫名牌。那是，咱威哥啊，简直比名牌还名牌呢。哼，这做了大事儿，确实是不一样啊。我这一身从里到外全换了，连内裤都是名牌。哎呀，走，给你也买几件衣服去。威哥，嗯，你什么时候发的财呀？上个月你不还管我借钱来了吗？什么借钱？我那就是一时周转不开，我现在一会儿都还给你，十倍还给你。威哥哪来的财源啊？哎，那银行该不会是你抢的吧？放屁，少他妈胡说八道。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少他妈给我开这种玩笑。秃子吗？是我，胡志军。已经出来了。我当然出来了。知道我昨天遇上麻烦了。听说了。告诉你，这种事儿时不常的都有。罚了不少吧？少他妈废话。损失再大，都能从你这赚回来。谁让你手脚不干净？再说你弟弟也够笨的啊！有没有你那两下子，他还不知道吗？秃子，钱我已经给你凑齐了，但这几天我还有点事儿，过几天我就给你送过去，你能等我吗？没问题，我等。我有的是时间，只要你不怕你弟弟出事儿，我等到下辈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两天的时间，两天之内你不把钱给我送过来，这钱就留着给你弟弟做丧葬费吧。秃子，你他妈也给我听好了，钱我肯定能还给你，我们哥俩愿赌服输，我弟弟10万块钱买一根手指头我也认了。但秃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动我弟弟一下，我他妈绝饶不了你！哎，我不想跟你斗嘴皮子，我见的钱全是真的，听清楚了，两天。好，我想跟我弟弟说。请。小军，是我。哥，你救我啊！哥，救我哥！小军，钱已经给你凑齐了，哥这两天还有点事儿，过两天我就去署里出来，好吧？到底几天呢，哥？现在不好说。哎，哥，你快点啊！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哥。小军，你别他妈哭哭唧唧的好不好？哪像个大老爷们儿？这几天。学着吸取点经验教训，什么都抢，就当一个手指头买个教训吧。小军，你就不能找机会偷偷的跑吗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
回去就把那瓶路易十几那个就那瓶酒给我开了。啊，你要喝路易十六啊？啊，对，路易十六，我早就想喝它了，老板把它当个宝贝似的拆供起来，我今儿个还就开了它了。那酒挺贵的。哥就是不怕花钱，他也就是一瓶，要是有两瓶我敢都开了，喝一瓶我给倒一瓶，你信不信？信，你威哥说的话还有谁敢不相信啊。够气派的吧？啊！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儿谁是领班啊？我就是。哦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，我们想找一下何威，他在吗？何威？嗯。他出去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是上午走的。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想聚一下，想请何威给我们订一个包房，另外看看能不能打什么折。他啊，何威他经常带朋友来打折玩吗？这个呀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谁找威哥呀？啊，是我们。你知道何威在哪儿吗？威哥有事儿，他刚出去了，要不你们再等一会儿。那算了，我们过一会儿再来。嗯，那好，那就这样，那好，再见哈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服务员，给我把柜子上头最贵的一瓶酒给我拿下来。你干什么？威哥要喝呀。你疯了你？那瓶洋酒的钱够你干上一年了。我说了，是威哥要喝。何威要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也配？你不要小瞧人家威哥，人家可说了，喝一瓶儿倒一瓶。你不要在我面前一口威哥，那种缺心眼的我看了就烦。这把那瓶酒给我拿下来。哼，够牛的。怎么了？这小子居然没跑。人家不说吗？你愣着。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犯愣。何威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好，找着了。怎么说？目标的名字，何威，天天歌舞厅的保安，28岁。罪犯是816银行抢劫案的参与者之一，他身上有枪，大家记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尽量抓活的。我们现在的位置，天天歌舞厅的后门，1、2、3组封锁所有的入口，4组做好应急准备，一定。刘丹，和我从正门进去。记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迫不得已不能开枪，免得伤及无辜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行动！来来来，喝完这杯，每个人都有奖品啊！谢谢，谢谢威哥。哎呀，来来来，给你们奖品，来来来，威哥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我的，这谢谢谢谢，来来，这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威哥请入先。威哥，谢谢威哥。
威哥有钱。来来来，侯威，侯威，你又让我抓到你了，这次可不能原谅你了，你等着明天开除吧你。怎么，终于要撵我走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你撵爷走，爷还就不干了，省得天天在这受着鸟气。三哥，哟，怎么着？买了身新衣服啊？人模狗样。你是上班时间吗？是。那你怎么还敢进来？你知不知道，应该在门口站岗？还不赶快去！少废话，滚！没出息！等着吧，早晚有一天把你都宰了。何威在什么地方？他刚刚还在这儿，现在可能出去当班去了吧。一起搜索，咱们走，快！逃离了歌舞厅，好。站住！住队住队，我们在地下停车场的楼梯口发现了何威。全体注意，疑犯已经进入了三号的狗带，现在收网，一定要抓活的。是，明白。情况怎么样？对对，犯罪嫌疑人何威在黑车后边，四枪俱辱。好，我下吧。慢。头，我上了。小心点。头，我也上。两个榴弹，上，快。没事，头没事。穿防弹衣还是好啊。你起来。哎，来摸一把。妈的，敢打我！嗯，火力掩护。
侯卫，你看看。我知道，你已经没子弹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你已经被警察包围了，你没有退路，你只有向警方投降。了不起一死，老子杀了这么多人，早他妈够本了。放下，放下你的武器，别他妈往前走，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。何威，放下，我劝你放下。好，就这样，把枪拿过来。啊！住手！在与胡志军、何威失去联系之后，于杰已经预感自己可能被抛弃了。现在他无法继续被动地等下去，但是要逃跑就需要一笔钱。潦倒的于杰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他的妹妹于萍。哥，你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来来来，先坐下。出了点事儿，哎，来来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啊！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？是这样的，我想找你借点钱。你来怎么就说借钱呢你？我知道你有才找你借嘛，啊！我没钱。我是真遇上事儿了，你就借我点钱嘛。你要多少吗？一万。你开什么玩笑你？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哎，哎，你一个车行的销售经理啊，一万块钱都没有吗？卖车的提成也不止嘛。我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你找我借的钱还少吗你？每次借钱都说做生意，结果全都赔进去了。上次不说你要发财了吗？你发哪去了你？哎呀，是真赔了。哼，你不赔才怪呢。你走吧，我没钱。我可是你哥啊！你要还知道你是我哥，你就不要再来为难我。于经理，张总请你过去一趟。哦，好，你先去吧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我先有点事情，你坐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好在家养伤，我哪儿有伤？没事。你说，这几十万能藏在哪儿啊？找东西，我是最拿手的。是不是？你不知道，我妈小时候为了让我学习，把所有的小人书全都给我藏起来了。可到最后，不管她藏到什么地方，我一定给她找出来。那你说，这些钱藏哪儿了？嗯，不在这儿，钱没有藏在这儿，这儿没有藏东西的味道。真的假的？你不相信我？哎，
喂，